首先我们揭晓的是演唱类的年度歌曲奖，入围的有，这个真的很容易失控，好，小心一点。第35届金曲奖年度歌曲奖入围的有堕落、佛跳墙、雅神音乐娱乐股份有限公司、嘉禾万事兴火器音乐股份有限公司、又到天黑相信音乐股份有限公司、但黑皮国有限公司、楼上的房东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、离别总是那么突然宽娱国际股份有限公司。以上，恭喜以上年度歌曲奖的入围名单。接下来有请子宏老师帮我们揭晓的是演唱类的最佳华语男歌手奖，入围的有第35届金曲奖最佳华语男歌手，入围的有许君期待集、林俊杰重拾快乐、Mars 23不远处、MC 哈豆热狗张艺术家、裘德。恭喜以上入围的华语男歌手，恭喜。好，接下来子宏老师帮我们揭晓的是最佳华语专辑奖入围者。第35届金曲奖最佳华语专辑奖入围的有 Flow 雅神音乐娱乐股份有限公司、期待集11音像有限公司、姿态相信音乐国际股份有限公司、带你飞相信音乐国际股份有限公司、瓦和黑皮国有限公司、裘德雅神音乐娱乐股份有限公司。以上，恭喜以上入围的最佳华语专辑奖的入围者。接下来子宏老师帮我们揭晓奖项是演唱类的年度专辑奖。第35届金曲奖演唱类年度专辑奖入围的有所有的最佳华语专辑奖，还有最佳台语专辑奖、最佳客语专辑奖、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，以及世界 World 你会永远活在我的歌单里。以上，谢谢。我们恭喜以上所有作品，也谢谢子宏老师。